我一枪劈开天，跟着我去冒险，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？在所有书里面我什么都没有写，我们的世界在哪边？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？在所有书里面，为什么都没有写？我们的明天，它在哪边？这么强的机关都守不住，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会长，你不是很强吗？消失到哪里去了？绝对是有计划的灭校行动。一开始是董卓和董小猪突然消失。什么意思？谁是董小猪啊？这个。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你们在隐瞒我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告诉我啊，我也有权利知道吧。貂蝉，冷静点，把所有事情告诉你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强烈的恐惧。那些同学都消失到哪里去了？他们是死了，还是只是到另一个地方啊？我不知道。那谁又会是主谋呢？我不知道。还有其他人会消失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好害怕哦。貂蝉，别担心。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伤害你的。关羽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也不知道。单纯的想对你好。关羽，你知道吗？我明明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……我知道，我看着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为什么在你身旁，我总是感到很放心呢？给你，如果我们走散了，你就把它一颗一颗的拆散来做记号，这样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
今天怕了一天了，一定饿了吧？赶快吃，赶快吃！老板消失了，免费。这是干嘛？我以为我们白思白要把我们抓起来吧？全校就剩下我们几个，我们既要找出真相，救出其他同学，也要一个都不能再少了。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土很瞎，但可能是最万无一失的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每分每秒都要靠在一起。我想安然度过今晚就不成问题了。而且就算再有人消失，我们至少就能立刻知道到底是谁搞的鬼。我们手铐设定到明早九点之后才能按下红色按钮打开。好，那我们就静静的坐一整夜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喂，现在是怎样啊？我肚子好像有点不舒服哎。快点去上啊！看来非得要大家一起去啦。哦，你为什么不在手铐还没铐上之前去啊？我那时候还不想嘛。难道不能忍到明天早上吗？除非你帮我洗裤子就可以。哦，好啦，别吵了。这就是我们靠在一起的说。大哥，该不会要我帮超洗裤子吧？当然不是啊，是我们大家一起陪马超去上大号。麻烦大家快一点。快点，快快快！快点上吧。哎，廖晨，你没有来过这里哦。喂，晨弟。二哥，聊聊天比较不会尴尬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这辈子都没有来过。哈，这辈子都没来过？哇，这下难得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来这个地方一定要试试这个小便斗。很神奇哦，你看，你只要一靠近它，靠近它就自己会冲出来。喂，哎，喂，马超，马超，快，快把手腕解开，冷静点，快点。回教室，快！是董卓吗？还是黄金高校？还是会长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他们都有份，全部都勾结在一起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不要自乱阵脚了。总之，明天天亮之后，我们绝对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手铐解开，四处找一下。嗯。哎，你都醒了？还好。二哥，我们以为你也消失了。
没有了，我只是去餐厅准备早餐给大家吃的。来，大哥，你最爱的起司汉堡。谢了。这个。哎，大哥，那是二哥特地为你准备。那谢谢。貂蝉，你也吃一点。谢谢。云中，菠萝面包。这一定是刚刚才写上去的，快，你出去找一下。嗯，好。貂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乔已经消失了，我应该要去陪他。而且，既然说是死一半，那就代表其他人都还活着，我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要去找出真相。我走了。下去了，就算要消失，也要在消失前奋力一战。是黄金干的吗？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快快看啊！开始加快速度了。他们料到我们已经军心溃散。各位兄弟，再见。中，我不会让你消失的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继续消失下去。飞，谢了，但该来的总是会来，别难过，我不会松懈的，我会一直看着你们的。
大哥他们去化学实验室比对黄布，怎么还没回来、啊？也去够着了吧？哎呦，哎呀！好惨啊！什么好惨？说清楚一点。那些教导的同学好苦啊，要死死不了，要活又活不下去，真的好惨啊！哎，你赶快去救他们啊！啊！好，请带路。这边请。结果出来了，如何？这块碎布的确是黄金高校制服上的碎片。吊成被抓走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很痛苦的挣扎吧？二弟，别难过，带着这块碎布当证据。我们现在就杀去黄金高校。嗯，大开杀戒的时间到了。我觉得，刘备，你别担心，你不会一个人消失。我已经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名字旁边了。孙尚香，我不要你陪，我一个人走就可以了。留下来，我不要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要跟你一起消失，跟紧你，这样你就不会怕黑啦。我一点都不怕黑，我真的不怕黑，我一个人走都可以了。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就当做一起去旅行嘛。什么旅行？这有可能会出人命，你知道吗？这柳丽可白，你马上去办理名字同意。我不要，我一个人走可以了。不要嘛！你怎么讲不听啊你？大哥，现在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赶快和三弟他们会合，一起商量攻打黄金的事。三弟，大哥，你们回来了。我问你，钟汉云在哪里？他们好好的睡在我的。哎，他们呢？是你自己睡着了吧？我可能太累，所以不小心打一下瞌睡。现在不是打瞌睡的时候。二弟，不要责备三弟。现在更重要的就是
你和三弟要同心协力消灭黄金贼，把所有人救出来。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三弟，下一个消失的人就是我。啊？还有我？没有你，你要我说几次你才会懂啊？有我？没有。有。没。听我说，大哥！不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的。如果没有保护好你，我们就一起共赴黄泉。相信我，相信我好不好？你是谁？你们觉得很害怕吗？啊，乖乖乖，别怕别怕啊，事情很快就会结束。所以，刘备，请带着你的傻兄弟张飞准备消失吧。啊！等一下，要跟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我。这不关他的事。当然关我的事啊！当时是你说要我滚过来或者跟你走的，你忘了吗？现在情况不一样嘛。我觉得都一样嘛。你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反正大家都会消失，一个都不会错过的嘛。待会儿咱们在那里见哦。啊！最讨厌这种鬼鬼祟祟的人了。看他的身形，这阴谋者根本就是董卓。嗯，看他的身影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你们对董卓的身形好像很熟悉。没有啊，怎么会？不熟啦，我是猜的啦。哎，我熟悉的是董卓在铁石空的分身，夏天的阿公。哎，他为什么看起来也这么心虚啊？真不甘心，就这样困在这里。就是啊，什么都没有办法做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啦。你想要做什么？老实说，我从小就有点害怕看到阿飘这个东西。阿飘？很少女孩子会不怕的。你好好的讲这干嘛？我是想说，我下了些功夫研究阿飘嘛。你是不是阿飘？张飞，你要死了！这种时候你还吓我？三弟，不要闹了。就是啊，不理他。阿香，你继续说吧。被他吓得我都不知道讲到哪去了啦。你刚才说你下了些功夫研究阿飘。哦，对啦，根据我的观察，我想也许我可以知道大家消失的秘密了。真的吗？嗯，但是要试出大家消失的真相，可能要用到我新练的一个内功心法，这可能有点冒险，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就是了。有危险的话，那还是不要太勉强了啦。其实是有一点点勉强啦，但是还 OK 啦。只是啊，我这套大兵器凝的内功心法，只有我自己练过，还没有实战经验。大兵器凝。是大兵器凝。三弟，不要打断，让他说完吧。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正好要张飞陪我练这个内功心法。不要啦，大哥会生气。三弟，阿香叫你帮你就帮，说这么多干嘛？哦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用力打我一下。三弟，三弟呀、啊，你们怎样？你们怎样？人家还没准备好，你就出手干嘛？啊，不怪他啊。真正的对战，本来就没有等人家准备好才出手这件事。嗯，是我自己不太熟悉这个内功心法。
不好意思啊，那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好了？等我运功运好了，你再用全力打我一下。不好吧，大哥会。哦，好吧，那准备好，我要出招喽。来吧。嗯。确定。这就是我自创的独门内功——大兵器凝，加上外功瞬间移动的效果。这内功是你自创的？也不完全是啦，这套内功的来源呐、叫做小兵器凝，是小时候我师父觉得好玩教我的，他教我用来凝珠一些小蚂蚁啊、小昆虫什么的，而大兵器凝呢，则是我长大之后自己揣摩演练而来的另一种内功。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小兵器凝的内功，有点像我们铁时空的异能行者的内息啊？请问你的师父是哪位呢？我师父不准我说。哦，阿香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，会自创内功哎。还好啦。这跟大家消失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根据我的研究，任何恶意的攻击会使用到一种武者内息，我师父称这种攻击时所用的恶意之气为兵器。我利用小时候师父教我用来凝住小昆虫兵器的小兵器凝的内息，研发出这种可以将人类或者大型生物的兵器凝住的内功，所以我叫它大兵器凝。但是我还有点生疏，顶多只能让敌人凝住3秒钟罢了。可是消失的人都是自己消失的啊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了。这倒是不一定，也许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。没错，阿香是想要用大兵器凝凝住敌人那3秒，趁机看清楚大家消失的秘密。没错，所以现在啊，我们只要在校园多多走动，等对手出招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攻击啊？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的功力，早就可以感觉到兵器啦，只是之前啊，大家都太慌张了。你们出来啊！我张飞有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啊？我这么大一只，你们有本事让我消失啊！他们好像不理我们哎。三弟，你要有一点耐心啊。哦。大家小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刚刚看的没错的话，那是从灭里面出来的魑魅。刚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五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里怎么会出现一个黑洞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我们刚看到的黑洞是传说中魔界的小鬼出入的虫洞。虫洞，原来在影视空里，灭被称为虫洞。那个黑洞就是传说已久的虫洞。嗯，我看是有人背着全校盟在跟魔界打交道。你们讲的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？我们还是去查一下维基百科好不好？没错，
虫洞就是通往魔界的通道，平常是由全校盟盟主派大将前往镇守通往魔界的大虫洞，以及保护一本据说可以镇压魔界由虫洞入侵的心法，还有和魔界打交道的经书《暗黑真经》。可是刚才的黑洞看起来并不像是大虫洞啊。我们再查一下《暗黑真经》好了。嗯。哦，《暗黑真经》炼成者可以自由进出魔界，功力足以和魔界至尊抗衡。但是非特定体质者不能炼成暗黑真经。哦，还有这里，暗黑真经一共有九种和魔界打交道的方法，哎，搞不好其中一种就是这次事件的阴谋者所使用的方法。这里，五鬼搬运诀。这个阴谋者一定是驱动五鬼搬运诀，随机开出小虫洞。再利用魔界这里面这五只小鬼，用极快速的速度把人搬进虫洞之中，这样我们才没有发现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被你的大冰淇淋给破解了，是大冰淇淋啦，差不多啦。所以说，所有失踪的人都在虫洞里啊？应该是吧。那虫洞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怎么破解？不知道。我也是第一次看见那五只鬼和虫洞的啊。啊，厉害厉害，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董卓，果然是你，你这个混账。张同学，对师长要有礼貌，再怎么说我还是东汉书院的校长。会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校长会把同学关进魔界的。没错，就我一个，怎么样？大家都被我用五鬼搬运诀搬到虫洞里去，要救大家，就拿全校盟盟主的玉玺来换。真的很奇怪哎，玉玺又不在我们这，怎么换啊？这是领导的代志，大官不管。董卓，董卓，可恶！我们有可能破他的五鬼搬运诀。我知道啊，我们绝对破不了五鬼搬运诀的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暗黑真经是由我们家世交庞家所世代保护的。所以如果庞家愿意借我们看看，搞不好我们可以找到破解的方法。那我们赶去找庞家的人吧。庞家的人呐，一向神秘，现在传到第72代，庞统。外号凤雏，也就是小凤凰的意思。江湖上传言，飞龙在天，凤凰于世。什么是飞龙在天，凤凰于世啊？就是说飞龙在天上很容易看得见，可是凤凰都是躲藏起来，不容易找到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凤雏？要找他，就只能用飞机传输啦。去找他还要坐飞机啊？他家住那么远哦。我说的是这个飞机传输。还没听说过鸡会飞耶，还是要用走的？这么大只鸡飞来飞去，会飞很久吧？用鸽子比较快吧。哎呦，你们放心啦，我们家跟庞家联络用的信机啊，都是没有污染，飞得超快，而且啊，它都吃有机饲料，所以我们都叫它有机鸡。有机鸡？对啊，听起来很怪，好像没有办法可以信赖的感觉耶。哪会啊，你们放心，最值得信赖的就是最可爱的有机鸡啦。对啊，这名字怎么会怪呢？管它有鸡鸡还是没鸡鸡，达成得了任务就是好鸡鸡嘛！
是约这里没错吧？等很久哎。哎呀，放心啦，飞机传叔说会来啊，他就一定会来。凤雏，你怎么那么久？阿翔，好久不见。各位，这是我的儿时玩伴凤雏。大家好，我姓庞，名统，字世仁，外号凤雏。凤雏，你好。凤雏啊，因为事态有点紧急，我就直话直说了。请说吧。我们想要借你们家传的暗黑真经，看看五鬼搬运诀怎么解。既然如此，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一句话，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庞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暗黑真经，不让任何人看到。现在我怎么拿出来让大家看呢？可是有人用暗黑真经里的五鬼搬运诀，把东汉书院的人都抓进虫洞里了。但是，我讨厌刘备。干嘛无缘故讨厌我啊？我讨厌你是有缘有故的，因为你喜欢阿香。我讨厌所有喜欢阿香的人。我凤雏，我说过啦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嘛。谁要跟关羽一样啊，一直拿好人卡。凤雏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啦。阿香，今天我会来，是因为你要跟我约会，但是现在显然不是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凤雏，凤雏。现在怎么办？再找他叔叔咯。现在很难吧？他好像很讨厌我大哥。这是理所当然的啊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三弟，现在还有其他方法？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但是凤雏的弱点是什么？他的弱点就是你啊！如果你和他结婚，你就变成他家里面的人。看家传的真经，是理所当然的事吧？张飞，你是智障啊！哎，阿香，阿香，哎，阿香！我想清楚了，阿香，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你绝对不可以嫁给凤雏。三弟，谁要嫁给凤雏啊？我们拿玉玺给董卓。可是我们又没有玉玺。要玉玺还不简单？我到东直门古万大街就买了一个啊。哦，原来你是要用假玉玺来骗董卓啊？假作真时真亦假，谁又看过真的玉玺呢？我们去会会董卓吧。你明明是个大人呢，为什么老是用一些小人的手段？好玩啊，不可以吗？你咬我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把玉玺带来，请遵守承诺，把东汉书院的师生都放。你当我是白痴啊？先把玉玺拿过来。少废话，不放人，我就不给玉玺啊！好怕好怕啊！你们笨啊你们！你们这个就叫做摇啊摇，摇到奈何桥，这么想投胎啊？啊！金塔不如甲骨力，三弟，小心！不错嘛，啊，小香香，可惜你的功力还不够强，没办法救到每一个人。咱们再玩一次。金塔，你不下玉玺吗？接着，快接住！
撞我啊！才不是校长，本来我都已经要接住了，还不是他过来撞我？哪有？明明就是。好了好了，还好玉玺是假的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会被我杀很大。啊？是假的。真的玉玺是千年冰玉雕成的，摔不破。想。